看的观众一个很好的示范，就是当你不要去回应他的时候，他很快就平复了。对，如果你这上去走上去，那就没完没了了。对对对对，不理他。你是不是成功了？我没有成功。成功了，你看月球跟月亮都画好了，就是你跟妹妹一起做的，是成功的。成功会有什么？但是我也想说话。你先不哭，他觉得当时没有得到尊重。嗯，你现在准备好说话了吗？你看大家都没哭，你看你看哪有人哭啊。嗯，好，平静一下。你现在准备好说话了吗？你能让我说吗？我让你说呢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坐下。我和妹妹说好了要一起好的，自己画的是不公平的。